早晨，今日天水围铁路站起步，经虾尾新村上亚嘅山，落翻去城屋村，再出翻去聚星楼参观屏山文物。而家我天水围铁路站起步啦。而家经过天水围单车汇合中心，起步前一齐打翻张卡先。而家我嚟到虾尾新村啦。虾尾山，我哋系上山前拧个合照先。沿途有好多狗尾草喎，好靓喎！哎呀，我抢下镜先。唔止草靓，天空都靓。系咪好靓啊？好靓啊！望过嚟，唔好喐。咦？喺狗尾草堆里边发现邓山界石喎、哦！快啲啊！哇，好多芒草喎、啊！点啊？估唔到呢度咁靓嘅景啊！哇，咁早嚟到啦！而家我嚟到神文斗嘅后花园，打翻张卡先。喺度我遇到悠游一族。呢啲系江叶子花。打完卡之后，我哋而家过去鸦髻山啦。而家兵分三路，一齐上去鸦髻山。慢慢，唔使急，等埋你。圣诞快乐！好多芒草啊！又有石啊，又有乜嘢？系喎，有彩石啊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上到嚟右手边就是元朗工业区，再过就是元朗中心，转过左手边就是天水围了。这个就是鸦髻山的吊高处，看看 Sandy 表演啊。鸦髻山高121米，由山顶望落去，风景优美。而家过去壁画墙啦，开始落山，发现好多高人画嘅画喎。哇，画咩画你？靓靓啊，呢幅画。哇，系喎。嗰边咧？哇，犀利啊！翻笔先，睇下你画咩先。哇，有立体感噶喎。睇埋第二幅，画啲咩先？我哋落半山，望翻个米布，睇下啲咧。转翻过嚟，后边仲有大棵嘅圣诞树欢迎我哋。欣赏完风景，我哋继续落山啦。
山啦！早晨。咁快嘅，落咗山之后就系成屋村。哦，我嚟咗成屋村，打翻张卡先。呢边都靓。哇，落山啦！而家离开鸦髻山，过去平山啦，喺度打翻张卡先。哎，起步啦！由呢条小路上翻天池路。好跳！人齐，人齐影翻幅相先。而家我经聚星路过去聚星楼，而家去聚星楼啊！聚星楼是香港现存唯一的古塔，古塔呈现六角形，是用青砖砌成，原本七层被台风吹走四层，而家剩翻下面嗰三层。有一位置唔俾参观，而家我过去上将位。嚟个景点，有车，后面有车，后面有车。喺上将位西面有一个社坛，系供奉土地公。而家我嚟到上将位啦。邓族定居于平山之后，建立咗三围六村，即系上将围、桥头围同埋灰沙围。这个古井有200多年历史啦，是以前主要食水的来源。再行上少少就是后罗庙。邓氏宗祠已经有700多年历史，御桥二公祠都有500年历史。两个祠堂之间是有条巷可以穿过，屋与屋之间是一条小径。而家嚟到千龙轩，隔篱就系锦亭书室。正啊！我哋而家又去千龙轩睇睇。咁你出去游嗰阵时咧，就攞起嚟啊嘛，传俾你啊嘛。楼高两层，呈曲折形，第二层可以通过锦亭书室。而家我参观完，准备开餐。九大鬼有鱼肉丸、陈皮鸭、黄酒鸡、梅子鸭、鸡汁花菇、菠萝子姜、猪手、炸门扇。哇！呢盘菜系啊，九盘啦。有猪足、猪皮、萝卜、猪腩肉，一共九盘，表示长长久久加埋饭，就叫十全十美啦。食饱之后，我想平山邓族文物馆。文物馆是由平山警署改建而成的。呢张床似唔似故宫嗰张啊？再接再新娘的花轿，
景柱顶楼可以俯览整个屏山村。今日行程难度属于一星。多谢收睇，下次再见。